享的是我的妆前保养术跟挑战，就是能不能够在3分钟完成我今天的妆。你们猜猜看，我们挑战成功了，就是今天化的妆哦，就是我的底妆非常的透亮，然后眉毛、眼影什么都有，眼影是走自然的深邃路线的，对，身材也是这样淡淡的感觉。好，然后就请看今天的我的妆前保养分享跟3分钟挑战大赛喽。首先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素颜的时候，其实皮肤会有一点点的暗沉，容易就是一块一块哦，小花脸，变成说我平常在上粉底的时候会上比较厚一点点，因为皮肤这样肤色不均的关系。那我们如果要改善的话，要怎么办呢？好，首先呢，我会先敷这个宠爱之名的亮白净化光之钥生物纤维面膜，然后它同时也是就是艺人大 S 啊，然后还有魏曼，他都很喜欢这一款，它对于妆前提亮的效果非常好哦。我现在敷给大家看。打开里面有满满的精华液，对，其实前后有两层包夹，因为它中间的这一层是生物纤维面膜，然后它的厚度其实还蛮厚，还蛮像海蜇皮的，没什么特别的香味。生物纤维面膜的好处是你在用力拉它的时候还不会脱掉，还蛮服帖的。那通常面膜的话，我们可以敷5到10分钟就可以拿下来喽，因为它里面呢，它就是有一个光之钥的净白的层次，所以其实敷完之后，你的肌肤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暗沉。所以说，如果今天有重要的约会啊，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聚会的话，我都会先敷这个面膜。然后呢，它是 A 级的生物纤维的厚度，然后今天的这个妆前保养的方法早晚都可以用的，所以它其实没有限定一定要妆前。时间到，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它对妆前提亮肌肤的效果其实非常好，而且敷完之后呢，你的皮肤就是变得很蓬润的感觉，通通水水弹弹的。那面膜敷完之后呢，你一样就擦宠爱之名的亮白净化光之钥精华这一罐。然后它可以加强就是肌肤的代谢，尤其是你肌肤如果容易暗沉的话，一定要在妆前的时候擦。那一点点呢，它就可以延展蛮大片，其实我刚刚就擦3滴，然后额头的话一样，然后可以近看一下，就是它可以提亮肌肤的水感，它好水哦，真的，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香味。然后这个品牌呢，它是很多皮肤科医生有推荐，所以它本身的成分比较温和，不然有时候擦一些亮白的产品都会比较容易过敏或者是痒，但他们家的东西就不会。那它同样一样可以在妆前的时候擦，就是如果你本身你的底妆产品是没有亮白成分的话没有关系，因为你就是在妆前你已经把这些亮白的一层一层的打底，所以你的肌肤就会很明亮。然后它是早晚都可以擦的哦，尤其是在妆前，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透亮，所以如果像你很羡慕那些韩星它的妆感很透亮的话，其实你就可以用这些东西一层一层的妆前打底，让你的皮肤从里到外的散发那种透亮的光泽感，就不用上很多的底妆产品，就不会让人家觉得你的妆很厚。那妆前保养的最后一道呢，我会擦宠爱之名的亮白净化光之钥黑松露活肤霜，然后呢，我也叫它3分钟活肤霜，因为呢，它本身里面有添加就是高级的顶级黑松露，它可以改善肤色不均的问题，所以说像我的脸容易一块一块黑黑的这样子，从刚才的面膜，然后精华一层一层下来，等一下我的上妆就是真的非常的快。它上完之后呢，其实还蛮好，整个吸收进去，然后你会感觉你的肤色会变得比较均匀，刚才可能有一些泛红会变得比较均匀。那它整个系列下来呢，其实它就是强调你除了不只要白之外，我们的肌肤还要透亮，那才是健康的白。而且我有发现，就是它在妆前上之后呢，它会让你的妆就是比较服帖哦，因为你白天其实上妆的时间很长，你同时间在你的底妆底下，它一样是可以帮你加强就是净白你的肌肤，就算卸妆之后你的皮肤也是很亮白的。可以看一下就是刚才有擦保养跟没擦保养的差别，可以比较一下。我现在妆前保养就是教大家到这边为止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挑战的是3分钟完妆大赛，记得大家也要跟我一起挑战哦，因为会送出大礼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挑战，预备，预备，哎，按错钮，开始。3分钟还是要小脸。
上腮红膏。那因为刚才有妆前打底的关系，所以说我的底妆几乎用一点点就结束了。用点透明蜜粉，放在局部的地方，眉毛。然后眼影的话呢，因为我们快速上妆后，我们只要上睁开眼睛的地方就好咯。然后眼线，加彩妆完成。看一下，我创纪录，我2分28秒之内就完成了今天的彩妆。有纸滴下来流血，因为我刚才纸滴上太多，但还是不影响我的完妆。因为刚才我做妆前保养的关系，其实根本就是黑眼圈啊那些小瑕疵的部分都变得很不明显，所以本身也不用做什么特别遮瑕。我可以比较一下我刚才有上妆跟没上妆。对，那其实妆前保养真的很重要，就是平常如果你们这样子按部就班的保养的话，其实你们平常上妆的速度也会跟我一样，就是这么快。那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其实平常也可以照这样的保养，让你的皮肤就是不止白还要亮，这样子呢你的上妆速度就会跟我一样这么快了。记得哦，上传你的3分钟挑战影片，再 tag 旁边这些对宠爱知名的粉丝团，每个月底他都会抽出3名可以得到。第一个是这个亮白精华光之钥的生物纤维面膜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亮白精华光之钥的精华这一支，最后呢就是这个顶级可以媲美专柜品牌的亮白光之钥黑松露活肤霜，它也是3分钟的活肤霜这一罐。这3罐你们都有机会可以得到，就是只要上传你们的3分钟完妆挑战大赛的影片就可以咯。好，然后希望你们喜欢今天。好了没？要出门了。好了，今天超快，2分多钟就画完咯。是哦。对，那你每天都这么快好不好？不然每次都等超久。不要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就这样，拜拜。